太伺候呢？你讲的是那些十多岁就认识的顾客，突然间说，哎，你是我的兄弟啊。回头一想，有时候在想说，当年怎么会做一些事情啊？真的是哇，接不起狼啊，不是人做的事情啊。在亚龙路的一处咖啡店里，一位时常穿着红色 T 恤的大叔，凡事都亲力亲为，对谁都笑脸盈盈。很难想象他曾经是凶神恶煞、叱咤江湖的准黑帮老大。之前是在那个亚龙20巷跟22巷之间，不过那个地方呢是属于当年呐、啊，60、70年代是属于这个新加坡最黑的黑区了。我们的咖啡店啊，顾客男男女女的话，一整天这么多人来进进出出，几乎没有一个好人呐、啊。在那种环境底下啊，坦白讲，很难出现什么种种小心去得主了，因为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人啊。1968年我才14岁，我就跟一个大阿龙去讨债。那当时亚龙呢，很多都是那个阿达屋啦。去到那一家就啊，跟那个人说，我今天带了一桶汽油这样啦。如果明天来你没有钱，我就会点一根火柴，点一根丢过去，那就看你的造化。如果点不着，你那账就算了。我有的时候呢很会装疯卖傻了，有某一个人得罪我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回来跟他说，哎呀，那我忍啦，因为我打不过他。下一刻呢，这些迷脑的这些十多岁的啊，他们就召集一群人去到那个地方，就是砍就煞了。耀武扬威，为非作歹了3-4年。王七俊在18岁那年正式加入当年新加坡最大的私会党洪门会，而后凭着灵活的脑筋、豪爽的个性，深得洪门会共主的疼爱。不到31岁就被相中当帮派接班人，只是老共主的厚爱却让王七俊深感为难，因为他心里清楚，一旦当上了帮派共主，就难有善终。当时呢我很苦恼啊，我已经刚刚结婚了，我太太也是很乖的，看到她好像看到天使，所以我决定要改过自新了，就不要跟这些人再混了。到了1987年，大概是他们要立我接位的时候啊，那个老帮主去世，他去世的时候就不了了之了。在妻子的谈话下，王七俊下定决心脱离鸿蒙会，但年少恶习戒不掉，腿疾也折磨着他。有一回他偶然间接触到圣经，略微翻读后，隔天竟觉着病痛骤减，感动之余他决定洗心革面。接触社区服务后，他时不时利用自己关系帮助求助者解决大耳窿债务，黑白通吃的名号渐渐传播开来，找他帮忙的人越来越多。30年来至少帮助过6000户家庭脱离债务。他甚至在2013年创办自己的辅导中心，希望能够有系统的以自己的方式为更多人提供援助。那时候我们还要承担一个租金，还要承担一个职员的薪水，然后3年里面呢、啊，在没有收入的情况里面，也在同时帮助每一年帮助400-500个人的时候啊，就把所有的储蓄耗掉。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商量，我太太就说，我们把那个condo卖掉。卖掉大概能够有50万现金啊，我们啊留下30万，这20万拿去做哦。我现在比起以前的话是轻松很多了，而且呢，我最少有4-5名非常得力的助手，他们都几乎能够独当一面了。如今回望自己的来时路，假如让他遇上像曾经的自己一样在江湖边缘徘徊的年轻人，王七俊会有什么话对眼前的人说呢？以前每个人当我是英雄啊，打架的时候我每次都是叫人家说，哎，对方5-6个人呢，我这边很多人，我说你们坐坐不要动，我一个人出场就好了。所以我一个人跟4-5个人打架，我说人家那个咖啡店里面的椅子这样丢过来，我就用手去挡住，挡住的时候很多人在看嘛，哇，一路人在挡住。回到家里啊，
那鸡蛋呢、啊？妈妈煮的鸡蛋，啊呼啊呼呼，回到家里才会叫苦连天。可是，在人面前的话，英雄。我最好像是什么呢？要回家的时候呢，停了车，经过那垃圾槽，老鼠在里面跑啊，我赶快跑啊，因为人家来仇家来追杀。赶快跑跑跑！我一看没有人，哎，老鼠，老鼠在老鼠，几只老鼠在跑来跑去，你都会怕。所以呢，我是奉劝大家，真的，夜路走得多哦，你会碰见鬼。所以呢，与其做坏事，心里面没有平安，倒不如做好那好事，平平安安。好像今天这样，我完全没有什么恐惧，没有什么惧怕。我想说。把一些这次里面经历的一些好事坏事都能够给后世的一个提醒。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你有那个价值，有那个意义活下去。